猫不能吃什么食物？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。猫咪不能吃的食物有很多，主要有以下几类。首先是高糖食物，比如蛋糕、冰淇淋等，长时间食用呢，不仅会使猫咪肥胖，还会导致猫咪出现糖尿病、心脏病等一系列疾病。其次呢，腌制肉类或者盐分含量过高的食物，高盐食物会给这个肾脏带来很大的负担，甚至会导致肾衰竭。再者呢，生的这个肉类或者是带刺小骨头的肉类，生肉呢可能含有寄生虫，而带刺或者小骨头的会容易划伤猫咪的喉头、食管和肠胃，然后继发细菌感染。最后呢，猫咪不能够吃巧克力以及含有巧克力的食品，葡萄还有这个干柿子等。这些食物中呢，有一些成分会使猫咪出现中毒的症状。